天要来一个包包分享，最近爱上背这个包包，也可以装很多东西。这个是三星管理来，这零钱包哦是可以背的，还蛮好得意，是毛毛啊。好，又系我美好，祝大家个美好嘅一天。今天要来一个包包分享，家里多了几款不同的包包，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要开给你们看，因为你们都有在 IG 私信我讲说，哎，最近不是多了几个包包，你们有打算要来开箱分享给我们看看吧？今天他就来了。第一个我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还蛮常用的这一款 Tory Burch 三角包包，它是属于腋下包啦，长型的。腋下包，我跟你讲，我最近爱上背这个包包，因为它很能装。大家，这个包包哦，是你可以日常用，逛街啊、喝茶都可以用。它的这个形状就是也不会感觉到很奇怪。而且最近 Tory Burch 哦，不是出了很多那个 T Monogram 的系列咩？可是今天我们就不讲那个 T Monogram 啦，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个 Macro 系列。这个三角包我拿的是这个编织的，看到吗？超级无敌的美，而且这个绿色非常的舒服。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颜色的，唯独是这一个颜色哦是编织的，而且它旁边就是皮革的咯，还有它们的 logo。它旁边就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比如说你是矮小个子小的话啦，你可以调节你要的长度，或者今天我想要这个包包长一点的话啦，你也可以自行的调节。然后它这一个扣呢是金色的，它车线也非常的整齐。如果你们有注意到 Tory Burch 这一个 Macro 的系列的话啦，它所有的这个 logo、哦、都是皮革，加上这个人工的车线就缝在这个包包的旁边，或者是缝在中间呐、啊。为什么我讲这个包包是我最近常用的包包，是因为它太能装了，它啦，而且还是软软的，你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手机不用我讲啦，肯定能装啦，你长型的那个钱包也可以装，比我们平时的腋下包大一点点，高个子或者是个子矮小的人背都非常的适合。那我们现在来 test 它的容量， before 我放我东西进去给你们看看它里面哈、啊，它里面其实也是有一个暗格的，然后这边有一点像绒布这样子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有放口红啊或者 liquid 的东西，记得要小心哟。OK， 我现在咧，我的包包咧已经放了我的平常带的钱包、手机、tissue、粉饼、口红跟那个眼药水，它还有味，而且它关上之后哦，绝对不会让到你包包走形哦，看到吗？它还是美美的三角形的。这个包包非常的 casual， 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编织，因为有些人很怕他们粗鲁弄到硬还是怎样的话啦，你们可以选择皮革的，然后有不同的颜色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的颜色全部都是跑那种浅色系的，所以非常好搭衣。那它这一个编织哦，让我有 surprise 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线条就打直打横哦，让你包包不会那么的 boring。我今天穿 orange 色的衣哦，再拿这个你也不会觉得很突兀。大家，如果你们想要买 Tory Burch 这个三角包的话，编织包它的价钱是2580，但如果你们不喜欢编织包，你们想要皮革的话啦，它的价钱是2647。第二个包包，如果你们是上班族的，或者你们喜欢你们的包大一点，可以装到很多东西，你一定要看过来，因为接下来要介绍的包包就是 Longchamp 方盒包，这个是三星管理来，最近还蛮红的，而且卖到非常的好哦。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有用过 Longchamp 的 Piaget 的包包，看到吗？警觉应该会放了，看到那拉链的那个扣啊，它放大了，做成这边它的那一个 logo 的标志，然后你就这样子打开，还是有肩带的。我为什么要拿褐色？是因为黑色我觉得太普通了啦，然后褐色它可以让我的衣着增加不同的层次感。你看我今天穿 orange 色衣，它也不会奇怪，看到没有？那如果你们想要调节长度的话，那它旁边是可以调节的，或者是你们可以打洞啦。它这个包包除了可以斜挎之外啦，还可以当腋下包。它里面呢还有一个比较短的这个肩带，懒惰扣啊，你们就这样子看就好了。这个包包看到没有？容量，这个不用我说超大，是不是？它有一点点给我感觉像邮差包，然后它的容量呢，就是放我整个人进去也是可以，而且它的是长型嘛，长型的包包也没有问题。Power bank， 它除了有两边间隔之外，它这边还有拉链的哦。
拉链也是不错啦，它里面是算是比较窄一点点啦，但是如果你只是需要放 IC 啊，比较贵重的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能放那种比较厚的东西啦。卫生棉放到吗？可以的，超薄的吗？现在卫生棉是，我是用超薄的。Ruby， 什么性感？我口水喷出来。你的唾液。你死了吧。如果你们可能不喜欢褐色来讲，它有黑色，还有这个橘红色，还有绿色的。比较个子矮小的妹妹们觉得，那个 bag 对我来讲很大，它也是有小的 SS size， 有很多很多颜色。据我所知，我印象中的颜色好像是有紫色，还有橘红色。青色还有很多很多颜色啦。 SS size、比较特别，就是它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handle 的、然后再来，你们还是觉得 SS size 对你们来说还是很大，他们有一个零钱包了。那零钱包是可以背的，很 cute。 有些人真的是不喜欢拿背的，我一个朋友真的是很不喜欢拿背，因为他觉得现在一个电话就可以给钱，他只是带 IC 出门啊。如果你是那种人的话，你就可以买零钱包，就放了过后你还可以背，可以当 accessory 之外呢，你的钱包也不会讲说乱乱放，怕不见。有些人手这样拿放，然后忘记拿。对，这个是给粗心大意的。你看我看你哦。你看我，大家都是粗心大意的人呐、本来我放心把东西交给他的，然后过问啊，哎，我东西，我不是给你吗？一人买一个，不用吵。真的很 cute， 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大家，如果你们想要买 Longchamp 这个 M size 的方盒包的话，那它价钱是3505哦，然后 SS size 是2730的。小零钱包的话，那它的价钱是1275哟。接下来这个包包，我相信少女们一定会尖叫，是我。少女，骚皮啊你！我跟你说，这个包包是 TB 的系列。其实 TB 哦，它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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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同 design 的这一个款式，就是有上班族的啦，比较成熟型的啦，比较少女型啦，或者是它在这个 TB 款式做不同的造型。之前你们是不是有看到我拿这个枕头包 Pillow TB？ 然后那时候我不是有拿那个粉红色搭的吗？之前我一不小心。入了这个小的紫色，对不对？不小心，真的逛街真的不可以随便逛街，因为你一个不小心，你不小心你的 credit card 必去他的那个地方。没有，我拿 credit card 出来之后，就搞，然后就跟我讲谢谢光临。这个包包是不是很美？拿那个绿色的来，其实是有一点 lime 的颜色啦。还买好大意，我都说了，我会不小心同一个东西买不同的颜色。但是我觉得很值得收藏啦，可能以后我生双胞胎嘞，大家不用整。对，生双胞胎是男的，就给他们送他们女朋友。哇，太太要做你儿子的女朋友？可能我的孙，不要我的儿子的女朋友。我是好好奶奶了。很 cute 是不是？我先有这个，再有这个的。然后那时候我去 Good Vibes， 我就是背着这个，大家想 ，Oh so cute your bag 哈。然后哦，他们最近出了这个，是毛毛啊，尖叫！我都说你是少陪的啦，你不是少女啦，尖叫！呵呵呵呵呵，看到吗？同一个。是紫薯的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稍微比较的深一点，它是毛毛的，感觉可以睡觉，哎，很舒服，你试看躺，很舒服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觉得如果上飞机的话，你没有的绑可以这样。因为这个枕头包包啦，它的里面哦容量是这样啦。我的电话13 Pro 可能你的13 Pro Max 放不到。对，我的13 Pro Max 1 TB 银色放不到。但是那个倩影的那个，你是12还可以放到哟。它的毛好好摸，它不是那种海海的。我觉得手拎很 cute， 然后它有肩带啦，然后它这一个嘞就比较。大一点点，我问我电话可以放到没有，它的那个容量差不多一样啦，只因为它有毛毛，所以让我感觉到这个包包，哎，是不是比这一个比较大？看到吗？今天穿 orange 色衣，这个紫色也好衬啊。它除了有这个 mini pillow table 之外，它还有大的大枕头，
哒哒哒哒，这个绿色很漂亮。可能你不喜欢小个的话，你可以买大的，因为大嘞就可以放比较多东西喽。它也是有肩带，它的肩带嘞就是粗的肩带来的，也是可以调节长度。而且哦，我真的是要赞他们这一个扣非常的好推。你不觉得有些的 bag 哦，它这个扣很硬很硬，它这个360度也可以转的，所以嘞你怎样扣嘞，它的 bag 是对的。这个大的嘞容量嘞就比那个是 double 的容量。这中间有一个间隔咯，而且它的拉链呢就在中间，你可以放东西。我的电话肯定放，可以放你们所有人的电话放进去，它还有位。旁边呢这个 tag 哦也是鼓鼓的，肥肥的，很 cute。 它那个小个的也是有。如果你们可能去中医看病的时候，那个中医是不知道它的那个把脉的放在哪里，扩式的。好运的，吹的，我。我让景轩跟千宁来投票，大的跟小的，小的，小的，你们觉得哪一个？小的，小的，我都还没有问完，觉得哪小的？看来大家对小的东西都是不会抗拒，对，很迷恋小的东西，不知道他们以后未来的老公。喂，我叫什么呢？大家这个毛毛的 pillow tabby 哦，大的其实除了有绿色之外啦，它还有一个是米黄色，也是很漂亮，你们可以去他们官网看一下。小个的嘞，我们除了看到这一个紫色之外啦，该有在官网看到有一点点像玫红色。然后它的价钱呢，小个的话啦是2750，大个的话啦就是3750，就是大的加到1000就对了。好啦，今天的包包分享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刚才介绍哪一个包包的话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然后期待下一期的包包分享。我们下一期的包包分享再见哦，拜。Subscribe， 你怎么这样斯文呢？我们下一期的包包分享再见哦，拜。Subscribe， 对对对，他们听到 Subscribe 我这个 video， 我们要冲出100000。Leave me love you.